是厨房里还不是面料不拉，然后我给倩倩在这开的厨房提着本儿，然后有一块都长烂都快掉了。厨房菜本儿，一灶台旁边，灶台就是一进门这个那是左手边儿。哦，这是门这个门这个缝里有啊，还是在都开？这个缝也没弄住，都快裂开来了，是吧？还没住的都快裂开来了。你啥时候过来看看嘞？我下午有空了吧？哦。哦，你过来看看，另外的话，这个棍儿也不能用，啊。哎，那一下下水不能用啊，下水不能用，棍儿不能用。这个下水，看看啊，你花匠在家里，你敢敲门？叫花匠给你过来看看来，然后叫他叫花匠给你说这个准不准，你看看准不准啊？那个那啥吧，这打扫吧，俺家装备了吧？俺家装备了。卫生间没装嘞。卫生间没得。那卫生间装备了，都打扫的话，可能人没家具。哦，这个床帘儿是独立。这床帘儿没事嘞，先往里买个床。买点床。哦。回头你给我今会儿去看看去。行。床帘儿家里晾一些，走我也不带。那你在这儿看着吧，你看你都给挑些毛病了。哦，我娃不带，你看俺知道。这床这个灯是哪块儿着的？那你拿那是这儿。哦，原来的。他说把平台放了。啊、哦，你上面那个是不是弄的？那是那个豆哥那个那啥画儿。哦，对。哎，把那画画那照片给你家，人家豆哥那画儿挂那点儿嘞。啊，那家。弄。啊。还有专门做那个画儿的。走吧，走。那出门灯光去看，整体上先从里边你在这看看，你说你发现点毛病。嗯。这时候再搁脚床上一啥好处，慢慢一住这时间长了就那啥。就是咱还没注意。嗯。不然现在还得擦，那开窗户关气儿的劲儿不然。嗯，等等。